进的挺快呀。中单派克还行吧。全军出击。天赋换了呀。正常天赋啊，你要看鹿晗呢，鹿晗能有兰陵汉好看吗？这人给我带了个不灭，要跟我耗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像就像这剑君啊，他就有一个问题，你说你带个不灭，你是不是应该耗血？那你一直硬拼，那肯定是不行，你知道吧？等他这个加速没了，我们再上。好，这波点盐都不用交了，挺好。二级学个技能，学个啥呢？别急啊，咱不一定学啥。小饼干一颗拿下，这狗熊可能要闪现，别急啊，我也闪，我闪呢，啊，我没有闪，呀，我闪现哪去了？这不对呀，这怎么能呢？怎么会呢？人不能啊，至少他不应该呀。大意了这波啊，没有闪。给忘了第一回用闪了。行吧。本来这小子是没法玩的，但狗熊打完红就来俺们野区，属实是有点膈应人了啊。啊，不是野区啊，就来俺们上路了。刚打完那红 buff 就往上来了。你直接上啊，你怕啥呀这。你给我干他来！你说那狗熊像个犊子似的，人头！这个人头拿的呀，那是恰到好处，兄弟们。让本来上路劣势挺大的这个剑君啊，就更是雪上加霜。出塔不？不出塔呀。把药吃了，看看对面的狗熊啥点来呀。哎，让梦魇来一波啊，这波有可能狗熊要过来。这明显这是要叫人了，你看见没有，刚才已经在这不动了，呼叫信号了，开始叫人了，要我们就等着狗熊啊。你就走了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忍耐一会儿，毕竟你在这吃我的经验，你也不亏啥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亏吗？你不亏呀。这波注意我的，先假装 A， 但其实是真 A。这波操了，我想 ANSS 慢了，手慢了，本来我想假 A 他一手，你知道吧，
但是他们这个 A 他有点快，他 A 出去了，算了，死死吧。来，我们的可血战斧，直接给点盐呢。嗯，是这样的，我本来想 A 他，然后 NS 的，但是我 A 出来了 ，A 出来以后跟我的计划有出入了，跟我计划有出入了，我的手没有放在点盐上面，所以就我们点盐就没放。明白了吗？从现在开始三分钟剑姬自闭时间，这人不带再跟我打的。从现在开始他应该会一直一直的出现在中路啊，可能会一直出现在中路，不会出现在我们上路的。嗯，应该会一直去中路晃悠晃悠，来晃悠去晃悠，来晃悠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一直控。我看你能晃到什么时候。嗯，兵线来了，打呀。这是感觉这自己是又能了，我这一看呢，这就是忍不住了。他寻思，你说我这么长时间吃不着兵，我图什么呢？我不如跟他干一手，破釜沉舟啊！我这两下兵是不是？然后他死了，下边他还得遭个打，你看着呢。继续在这待着啊！差点崴脚，我差多了，我六都没升，我还有一手升六级的这个策略呢，兄弟，我都没爱升。还崴脚了，把你脚给你崴了，还要崴我的脚。再等他啊，继续在这等他。告诉你们一个事儿，摁 Alt 加右键可以让甲猴不攻击。啊，插两个眼儿。谢谢汤狗的飞机。无影棍也比较的简单， Q 右键 NS， 剑姬已经不知道上哪去了，就打峡谷先锋去了。打吧，没事，峡谷先锋才给100块钱。哎，他配合狗熊打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不是配合狗熊打的，爱打不打吧，无所谓了。这小子20个兵，去中路去了，小心点左边啊。好，这波啊，那个剑姬的血量不是很多，我们直接推过去。如果他敢在塔下，我们越塔杀他。如果他不回来，这波兵他吃不到。传送可以。
吃药，死不了。咦？不追了，不追了，我可溜了，兄弟。你看这人刚回来啊就死了，刚回来。这把、啊、对面 AD 比较多，我直接九头蛇或者死亡之舞吧。哎，吃饼干了，收手吧，警察来了，警察都不好使，其实我是个卧底。我摊牌了，其实我是个卧底。十二分钟可以把兵线推过去，这波塔下能杀他就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我们把一血塔拿了。我估摸这剑尖应该是过去了，这死肯定是死了，这管不了啊，这是人家家野区，这我没办法呀。有点疯了，我这一看各种跟我耗血呀，你说你老实塔下收兵一点事儿没有，非得要跟我耗，你能耗过我吗？你说你干啥呢？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技能都没有了，我们不害怕呀？瞅着是挺吓人，一手小重印，但没啥用。哎，我就打他一下，他就非得打我一下，这么的吧。哎呀，这咳血战斧的。这个距离属实是有点太近了，咳血战斧距离太近了，咳血战斧，哦呦，不知道能不能拆得掉啊，本来是拆不掉的，警察来了，没事，我们不用害怕，警察开大，我们直接闪现走。这波闪现没认出来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反应慢了，因为他与我的计划又有出入了，你知道，我以为他会大，但我没想到这小子能闪现掏，跟我的计划有出入了，所以我们又没反应过来啊。咳血战斧，咳血战斧就别信了，这玩意儿不是团战根本没用。完了，你怎么不飞那派克呢？谁家的剑？对面的剑。这波中路三杀了，好，非常 good。呀，一血塔还没掉呢吗？你不吃这个炮车呀？兄弟，咱是真是有点不怕死啊！我发现这
燕云怎么这么不怕死呢？警察是吧？啊？老狗熊，把这蓝给我打了。是不搁这打三狼呢？他害怕了啊，这个派克明显是害怕了，再也不敢在我面前皮了。哎，真的，这可血战斧能不能跟我的 Q 距离一样啊？我可血战斧在这儿，别急啊，先走，可以到。被斩死了，大的时候直接指的，直接指就好了。来个九头蛇，九头蛇先出这个吧。放 W 的时候放主动技能能不能放两次？那肯定是不能。好意。这个警察的红惩戒有点烦人，减我伤害呀、啊。如果这个可血战斧能距离远一点，就完美的契合这个猴，太近了，真的近。队友打去吧，远一点就行，不用特别远，就调到这里就可以。你看这玩意儿就短，就短一截，正好短一截。你跟这个 Q 的一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 Q 完以后用这个。正正好好短一截，这怎么的呢？这我这一看呢，这是要干我了，这是要干我了！我这一看，咳血阵，咳血没咳出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咳出来？如果我这可血战斧一出，这一波直接四杀。来个这个，刚才杀一个就全死了。我发现就每一回呀、啊、我们死完然后呢队友就干，队友就干去呢，就他们就没技能了，然后队友就胜利了。
别的不说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母杀啊，母杀。这一波中路我们一打五，让你们看一看什么叫战神。先把红打了，先给队友说一下，我一v五了。直接中推。你牛，跟团吧，哥，让他们看一看啊，看好。站我后边，小弟，来，先守我。喝血战斧，人有点多，说实话没发挥好，有点遗憾，队友太多了。正常不应该这么多队友，不给面子。